所有互联网的小伙伴们，欢迎收看夜唱。最近几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非常流行那种神曲，比如说早期的忐忑呀，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江南 style。 但是呢，最近我发现有一首神曲又飘过来了，叫做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听到这一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不是一句话吗？但是我告诉你，它是一首歌。那今天它这个演唱者许科夫来到我们夜唱现场，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酷乐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歌手许科夫。如果说大家觉得听了这首歌把你叫做神曲新人，或者说就是神曲达人这种的，你会觉得说不舒服吗，或者怎样的？其实还好吧，没有说不舒服，就是好像多了自己身上多了一个标签，就是神曲男神。男神。对。然后就是觉得蛮奇怪的一个标签。但是这首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名字吗？这首歌不是，是我们公司。对，然后就是安排给我去诠释这首歌曲。但是以往我们知道你的形象都是以潮男形象展示给大家，然后忽然之间出了一个这么接地气儿的歌，你觉得适合你唱吗？其实一开始是有点不太适应。对，然后就是我应该是唱那种说唱啊，或者抒情一点，就是搞得有点真的，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东北人唱的，但万万没想到你是广东人。对，然后就是觉得想尝试一下这种风格。对，还没尝试过。对，所以这次唱完了之后会往这个方向再努力吗？再多出几首这样的歌？还不一定。对，然后就是想尝试更多的风格，更多的就是一种元素吧。对。你好像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因为经常会看你活跃在比如说演出啊，比如说比赛呀，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舞台上。但是出歌的话，你去年出了一首，今年出了一首，很慢呢。确实是比较慢，然后我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就出了我首支单曲。然后刚好过了一年，就是出了这首神曲，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一年只出一首歌，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有一点跟不上这个节奏？因为现在就是推陈出新的速度太快了。确实这个速度，这个进展是有点慢了。对，然后我也想就是能够自己写写歌曲啊。对，然后就是在这方面我就是也在开始找灵感吧。对，然后就是更多的一些风格，对，然后呈现给大家。所以你在这一阶段时间里都是自己去找灵感写歌，然后你是希望着自己能朝这个能写能唱然后又能表演的这种全能型艺人的这种方向吗？也可以这么说。对，然后我觉得什么都要得尝试一下吧。那你上学的时候是学音乐专业吗？也不是。对，然后也算就是音乐这方面会比较成绩好一点。对，然后其他成绩的话就麻麻的，就不太好了。对。我其实应该让你用你自己的语言跟大家打个招呼。对不对？也可以。也可以啊。对，来一个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许科夫。今天很高兴来到酷六网，酷六网，是。有点绕口啊。是。觉得其实我以为说今天你会带来那个粤语歌，但是好像选的都是国语的哈。对，都是国语的歌曲。所以第一首给我们唱的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出的自己的单曲。对，我的首支单曲《我有我的梦》。
关于我的留言那么多，有几个是真的懂我。放纵的时候，歇斯底里的时候，不羁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过。我们曾迷失，也曾彷徨在街口，迷惘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朋友。我要我的梦碎在哭蔷薇，是否开出花朵？微醺时候才记得最初的感动，平凡的苦衷，泪湿让故事隆重。花开花落，谁会陪我一起过？我最初的梦，麦克风手中紧握。最初的执着，开始却说不出口。潮起潮又落，你是否还会记得？那些曾经的我们追逐的梦啊，时候歇斯底里的时候，不羁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过。我们曾迷失，也曾彷徨在街口，迷惘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朋友。我要我的梦睡在哭蔷薇，是否开出花朵？微醺时候才记得最初的感动，平凡的苦衷，泪湿让故事隆重。花开花落，谁会陪我一起过？我最初的梦，麦克风手中紧握。最初的执着，开始却说不出口。潮起潮又落，你是否还会记得？那些曾经的我们追逐的梦啊，我要我的梦碎在哭蔷薇，是否开出花朵？微醺时候才记得最初的感动，平凡的苦衷，泪水让故事隆重。花开花落，谁会陪我一起过？我最初的梦，麦克风手中紧握。最初的执着，感谢却说不出口。觉得自己是偶像吗？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吧，也算是列为偶像的那一边嘛。嗯，对。然后现在不是多了一个标签嘛，就是神曲男神。神曲男神，对。你觉得大家给你贴了标签，会不会就是把自己框住呀？我觉得不会。嗯，对，我觉得多一个表情也是一件好事。嗯，你觉得还挺高兴的是吧？对对对。嗯，哦，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创作的这种才华？
好像最近才刚刚有一些灵感。但这首歌不是你去年？对对，但这首歌不是我的灵感，不是你的。对对对、嗯。但这首歌据说是唱出了你的心路历程，是吗？是的。嗯，为什么？嗯，这首歌就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就是陪在我身边，然后，他也算是蛮懂我、蛮了解我的一个人。对，然后我一路走来也非常的坎坷，他也一直陪伴着我，对，然后就是帮我想了这首歌词，对。但其实从2009年开始你参加了那个比赛之后，你一路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很顺呀，参加什么比赛都可以拿冠军呀、参加什么活动你都是那种尖叫声很大的那种，你其实挺顺利的，为什么还有潮起潮落的这种想法呢？我觉得人一生中不可能总是那么顺利吧，总有一些起起伏伏。对，我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是蛮幸运的，然后就是参加一些比赛也得过一些名次。嗯，对，然后可能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对心急浮躁吧，对，然后就是可能也会蛮骄傲的，对对。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种工作比较漂浮不定，有没有想过想要稳稳的幸福呢？其实还是会有想的，嗯，对，然后毕竟在音乐这条大路上坚持了有7年8年的时间吧。你觉得这个时间长还是短？其实也不算短了，对，但其实并不是很长，因为好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向一些前辈们要学习的。有自己喜欢的艺人吗？有啊。嗯，比如说呢？周杰伦。嗯，对，然后就是王力宏，就是我会比较他们的一些风格，他们的 style、对，然后就是也是我想学习的对象。嗯，所以其实你喜欢的艺人都是那种创作型的艺人。嗯哼。但我看到你好像还蛮喜欢张国荣的。张国荣的。嗯。他的电影我也是蛮喜欢的。嗯。对对对。然后其实他歌曲也是蛮多经典的歌曲，我也是蛮喜欢。嗯。对。所以你自己会朝着这个就是创作型的歌手去发展对吧？嗯哼，也会。有位置努力吗？除了找灵感，会去找老师学习声乐呀、或者什么的吗？也有啊。嗯，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自己，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会就是去练声啊。对，然后就是，其实我对这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嗯，然后就是会自己去钻研，对，然后就是。蛮想去学习的。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发了曲，然后并且也参加过那么多活动，我一直以为你应该是很成熟的一个就是艺人的状态，但其实看起来你很害羞。哎、我是比较腼腆啦。嗯，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算是双重性格吧。白羊座应该都是那种往那一坐我就是战士啊战神的那种状态啊。可能在这方面我还是欠缺。嗯，对，然后就是除了在舞台上你能展示出来在舞台上我就比较能放得开、哦、对对，我唱歌的时候就是比较自如一点、就是坐下来聊天啊或者怎么样就会比较也算是害羞吧。你好像说普通话说得很好，是因为大江南北的走了好多地方吗？地方我也算是蛮走了很多。对啊，对，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就是比如说广州地区的或者香港地区的、他们用粤语是本身的那个主要语言嘛。嗯哼，但是他们的普通话真的很不好，但是你说起来好像除非你说，不然的话你单纯的是一个南方人的口音而已。嗯哼，对对对。是有特地的去学过吗？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我的普通话就是很多人都吐槽我的。嗯，然后就是会去练习呀、对，然后
有就是会去听一些文言文之类的一些，对。你要是想写歌的话，会从哪个灵感方向去找呢？会去旅行吗？还我也是？蛮喜欢去旅行，对，去国外啊，然后好像你很喜欢的周杰伦，今天会带来他翻唱他的一首歌，是吧？没错，有一首之他所的以歌选曲。择这首歌的话，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他欢快。这首歌我觉得算是，就是情歌里面最浪漫的一首吧。真的对对哦，对，我喜欢浪漫的歌曲。那现在给我们唱一下好吗？可以来啊。展示一下许科夫唱演唱其他人的歌，他的声线是什么样子的？有请。那杯最暗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直接说谁？让白气球和吹的对接，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最爱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彼此牵手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想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爱上你，你的眼睛在说我。许科夫组过一个组合，叫做“众星合力”，是吧？对对你对，还是队长。我是队长，队长。对，可能是剪刀石头布，猜赢了就做队长。哦，好，我还以为手心手背的这种呢。自己会不会就是觉得一个人打拼比组合来的要累？不一样吧，组合也有他们的累，然后要组合的话，你首先要有默契嘛，对，然后要够团结，对，个人的话就是觉得，哎呦，
好像身边没有什么人跟我一起啊，会压力更大。嗯，对。对啊，就组合的话，如果出了一首新歌，嗯，大家质疑声比较大的话呢，那心里想一定是他们几个唱的不好。现在如果有质疑声的话，完了，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了。对对对。其实也不会啦，因为，人生当中这条路，你既然已经选择歌手的这个职业，那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吗？也会有，对对对对，都要去接受吧。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调节自己的身心吗？嗯，我觉得还是我会去听歌，哎，就只是听歌，对，会听歌去舒缓我的心情。好像今年就是艺人嘛，爆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有一些得了抑郁症，或者是有一些就不太能想开。嗯，那你有没有想不开的时候？想不开的话就是听歌。听歌还有跑步。嗯，对对对，就听着歌跑步最好了。对对对，消耗一下 也是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会听歌听什么样的歌呢？比较激烈一点的吧，就不会再听那种就是苦情苦情的歌了。不会不会，就是比较就是摇滚一点啦，对，然后就是比较干净一点的，对。现在你们有了新的选择，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好白菜，不是？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好白菜都让诸位都可以听。对啊，对，嗯，这个是一个新的选择。嗯嗯，现在你做的事情是和你最开始设想的一样吗？还算可以，还算可以，对对，还起码是在做。艺人做歌手，对对对，嗯，有没有当时小比较小的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呀，刚入行嘛，嗯，那个时候想自己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艺人呢？当然是能够成为全方位了，嗯，对的，创作歌手也好，唱跳歌手也好，嗯，对，也是我一个梦想，嗯，对，有会去那个戏剧方向吗？比如拍戏啊，拍电影之类的。戏剧的话，现在也开始在上课。嗯，对，然后会将来也会往这方面，对，然后就去学习学习的。嗯，对。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神曲呢？有准备好了吗？嗯哈。嗯，许歌赋带来他的新歌《好白菜都给猪拱了》。好。哎，有请许歌赋。身高细长的腿，雪白的皮肤让人长得了嘴，上班是三十六滴熬了胸围，我和我的好奇有的惊呆了。哦哦，对面跑车下来一个老头，矮胖的身材有一米五六，自信的提着肚子吐着个头，满洲纹真的很丑。哦哦哦，老头他居然牵起姑娘的手，搂着她的腰说 baby oh no， 只是愤怒冲昏了头，快点给我放个那个女孩，好白菜都认出给拱了，小白菜正在快快长大，只有拼命奋斗不能放手，我要努力成为那个老头。哦哦哦，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小白菜它可没有长大，我要努力奋斗绝不放手，我一定会成为那个老头。 Come on， 找不到工
说真的没关系，找不到真爱真的没关系，找不到梦想真的没关系，找不到女生真的没关系，变不成关系这都没关系，没你都爱骂你，可是现实是三分钱而已。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小白菜真的快快长大，只有拼命奋斗不能放手，我要努力成为那个老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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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小白菜它可没有长大，我要努力奋斗绝不放手，我一定会成为那个老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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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小白菜正在快快长大，只有拼命奋斗我要努力成为那个老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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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小白菜它可没有长大，我要努力奋斗绝不放手，我一定会成为那个老头。有一天你真的就是大红大紫了之后，会介意另一半就是透露给大家你们的生活吗？我还是不会介意啊，对，我觉得还是会公开出来的。哦，对，可以清唱吗？清唱夜半哦，可以啊，可以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听到你的这个真实的嗓音了。好，真的哦，真的，这个很有压力哦。某满台的啊，有请。然而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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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接以后。你觉得自己是偶像优质偶像吗？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幼稚偶像。幼稚偶像为什么呀？就是各方面还是好像没有长大一样。你什么时候还会发新歌？自己有给自己规定一下吗？应该时间不长。嗯，对，然后你们记得要关注就行了。会发朋友圈吗？朋友圈啊，嗯，有时候会发。嗯，对对对，看大家就是只要是关注他的微博就好，因为毕竟说现在也做了艺人，发了新歌，嗯，生活还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比较好，对吧？嗯哼，嗯，那今天呢，我们夜唱就先到这里了，大家记得去关注许科夫，那去搜索一下《好白菜都给猪拱了》这首神曲，那谢谢许科夫今天来到夜唱，谢谢主持人，谢谢。那我们今天夜唱就先到这里了，所有的小伙伴们。拜拜。